恭喜导播生日快乐！哇，生日快乐，走起来，家人们！喂喂喂！家人们，我好紧张啊，家人们！漂亮吧？激动吗？激动吗，三妹？感谢。来，家人们点赞不要停，点赞继续点，好不好？点赞不要停。祝大哥，哦，感谢大哥领红。如风筝，争祖争财争长寿，寿山寿海寿长生，争祖争财争贵子，子孝孙贤代代荣，荣华富贵年年有，有钱有势有前程。祝大哥吃不愁，穿不。谢谢家人们，今天我特别的紧张。其实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么大的活动，我没有想到这么大的活动居然是给我自己办的。现场的观众也非常的多，也可以通过手机看到后面的观众，非常的多。来，家人们一起点赞，你不要紧张好吗？上上面不要紧张，真的，我不要紧张。以后你的活动会更大，对吧？这个只是我们只是一个开始，好不好？以后你公司开业，我们公司会更大的，好不好？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好。来，家人们一起点赞好不好？点赞不要停。那么你有什么话想跟家人们说的，你可以今天可以畅所欲言。还有现场这么一两万的观众在这里站着，你也不要紧张好不好？现在话筒交给你了。好，我忘记歌词了怎么办？不要紧张，你不要紧张。要不主持人你帮我唱吧。不要紧张，这不行，这个东西家人们都想听你唱，要想听你说，说出你的心声。那我帮你唱，这个皇冠能给我戴吗？对啊。那不行啊。感谢大哥。谢谢。感谢杨哥哥的嘉年华。来，家人们点赞点赞。好，感谢家人们的支持。那我就我就唱自我介绍吧，啊，唱我自我介绍，然后呢，再唱别的，好吧？看我不紧张的情况下，看能有说什么歌词。啊，来放音乐。那我们就有请我们今天的寿星，谢谢大家。来点赞不要停啊，点赞不要停。谢谢现场的观众们，感谢直播间的观众们，谢谢大家辛苦了，感谢大哥大姐们，谢谢。就是我有一个暗恋了3年的网友，今天我们终于奔现了，我也是特别的激动。听说好像在路上来了是吧？是在路上来了，暗恋了3年的网友，就是从来没见过面的，是吧？就玩得特别的好，相当的好那种，就可以在一起的那种。今天他也来到了我的现场，家人们你们期待吗？家人们你们觉得会是谁？哎呀，来，家人们，家人们都懂不懂啊？因为唱这个调的话需要合唱，我想有请我暗恋的对象过来跟我一起合唱。他也是唱山歌的吗？哇，肯定是啊！一炮一响，黄金万两啊！家人们，主持人，我跟你说哈，唱山歌怎么才能娶到我？肯定是唱山歌唱赢我，才能跟我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要看那个帅哥有没有这个信心了。今天就看他能不能唱赢你，好不好？对啦，是的。所以的话，你们期待吗，家人们？你们觉得我暗恋了3年的网友，今天奔现了，他是谁？
猜一下。来，家人们，啊，公屏上有没有人知道的？你不知道我想的是不是那一个人呢、啊？不知道，你猜一下、哎。可能现场观众都不知道是谁，因为他还没出现呢。还，哎，至今都没有出现过是吗？对呀、啊，那你觉得是谁呢？还在路上。家人们，人气能不能再往上涨一涨来？对，咱们点点赞，把人气上到一万，好不好？一起点点赞。天哪！我就想说个谎，我粉丝全知道了、啊，我粉丝全打出来了。那我怎么没看到？我寻思来搞个惊喜的，他们全知道了。关键是我都不知道是谁啊，他们都知道了。对呀、啊，他们全知道，你看公屏全部打了。家人们，你们到底说是谁呀、啊？有的说阿龙。有的说阿文，有的说老青年师兄。首先我跟老青年不是网友啊，他是我的师兄。嘉哥，我们天天见面，有的说妖哥，妖哥也来了，对，妖哥也来了，妖哥是压轴嘉宾，妖哥等一下再出场好不好？对啊，等一下都来啊，都来，全部都来啊，嘉哥。是的，是的。所以咱们点赞一定要点到位啊，人气我们再往上走一走。对，现在225万，我们一起点点赞好不好？转发一下直播间，今天三三妹也是她的生日，同时她今天也暗恋了3年的男朋友，网友啊，也就是说暗恋3年的，只能说是把她暗恋，不敢表白，对不对？对，不敢表白。那么今天我们让她给你表白好不好？她不爱我怎么表白？她不爱你，她不爱你就把她踢出去。她哎，她不可能不爱你的，因为她从这么远都跑到这里来了，她肯定是爱你。来，对不对？人家还说有求婚呢。没有电了，家人们，咱就说站咱走一走啊！感谢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妹，谢谢大家。那行吧，我邀请我的好朋友一起过来给我唱两首，好吧？可以唱两首，我们两个简单的对唱，然后下面的节目会更加的精彩。来，欢迎我家阿文哥，有请阿文哥。去上一上，马上到1万了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，我们一起做一下数据，还剩了80个人，咱们点点赞，转发一下直播间，把人气上到1万，好，1万就好，恭喜三妹，300万，好不好？哇，1万人了，站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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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一起点赞，一起点是双倍的，好不好？现在人气突破1万，我们虽然我们，你刚刚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指令是真的，绝对不能假。来，嘉宾，然后再把珊珊点一下，好不好？再把今天咱点一下。上万了。所有家们一起帮帮忙，来，珊珊不要停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先来还是你先来？我想问一下，我今天漂亮吗？漂亮。家们漂不漂亮？漂亮。现场有2万人哈，他们都说觉得你好漂亮，真的哈。来，全部你看，四面八方的全部是观众，家们。对。一起来，今天这边的人很热情哈，你看。上面在户外开个户外直播，然后做生日庆，基本上这个附近的都轰动了柳州了，对，轰动了柳州，然后很多的都打了车过来哈，开车2个小时的过来，所有这边的人很热情，来感谢我们的三妹，祝你们是三妹的生日快乐。等一下，来家们公屏上打一波生日快乐，好不好？对，公屏上打一波生日快乐，来。漂亮，来公屏上再打一波漂亮，然后再把我们的赞赞点到250万，好不好？我们点赞不要停，好不好？那此时此刻，你知道我暗恋你那么多年吗？我晓得，我有感觉。耶、yeah, ，真的。咱俩就认识3年了，终于奔现了，就非常的开心。玩归玩，闹归闹哈，我们只是开个玩笑。然后呢，三妹是个很好的我在网络上认识的一个小妹妹哈。